中国组合混双豪取两连冠混双进奥运，日本为中国做嫁衣。6月9日，国际乒联巡回赛日本公开赛决出了第一项冠军，梁靖昆陈幸同击败日本组合吉村真晴石川佳纯夺冠，继中国公开赛之后，中国组合再次夺冠，豪取两连冠。值得注意的是，混双已经被列入东京奥运会项目，这得益于日本的操作，但现在来看，日本很可能为中国做嫁衣了。吉村真晴石川佳纯的混双组合是日本混双的金牌组合，这对组合曾经在2017年世乒赛上获得了冠军，在2015年世乒赛上，吉村真晴石川佳纯获得了亚军，但这一次面对第一次配对的梁靖昆和陈幸同，他们以3-9比11落败。在此前的中国公开赛上，中国的林高远陈幸同4-1击败日本的另一对组合森原正重伊藤美诚夺冠，这也是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第一次增加混双项目，这个冠军也是世界巡回赛的第一个混双冠军。混双一直是乒乓球的项目之一，但从未进入奥运会。2017年6月9日，经国际奥委会批准，混双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奥运会一直只有四个项目，除了男女单打之外，此前男双和女双，随后更改为男团和女团。在混双确定进入奥运会之后，国际乒联也决定混双列入世界巡回赛比赛之中，中国公开赛是世界巡回赛首次增加混双项目，所以林高远陈幸同的混双冠军也是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的首个混双冠军。在此之前，中国军团对混双的态度一直比较宽容，大部分组合都是国际组合，比如2017年的世乒赛，当时方博就是和德国球员索尔加组成了混双。此外，像男双和女双的比赛，中国队也会进行一些国际组合，比如马龙和波尔就曾经搭档过男双。在2017世乒赛之后，中国队开始在混双项目发力，进入2018年，中国开始尝试多种混双组合，中国公开赛，林高远陈幸同夺冠，日本公开赛，梁靖昆陈幸同夺冠，这让日本欲哭无泪，他们现在才发现，只要中国队稍微一认真，他们本以为的夺冠热门项目恐怕毫无机会。陈幸同在混双出色的表现也让他有很大的希望进军奥运会。作为日本乒乓球的拳头项目，混双是日本夺冠的最大倚仗，这也是他们操作混双进入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原因，但现在看，日本的这种做法很可能便宜了中国。